街坊邻居们都在这儿呢。我媳妇怀孕了，都知道了吧？哎呀，伺候她可太难伺候了，既幸福是又痛苦啊。前天我媳妇跟我说，老公，我要吃甜的。昨天又说，老公，我要吃酸的。今天我都不知道她要吃什么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老公。对，我得请他，到了吃水果的时候了。有请娘娘。请什么请啊，小疯子。哎，是不是到我吃水果的时间了？对，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来吃个这个。我想吃甜的。你看来了吧？来来来来来，吃个这个。我想吃酸的。我早就准备好了，媳妇儿，你啊，先吃一口这个，再吃一口这个，拿你的舌头嚼一嚼，不就又酸又甜的吗？小疯子，哎，我说话你是不是听不懂啊？你说一遍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想吃那个第一口酸的，一拘灵；第二口甜的，齁嗓子眼儿的那种，长在一块儿的水果吗？妈呀，这街坊邻居你还好呢你。嫌事儿不大是不是？又酸又甜的上哪儿找去？这是什么什么玩意儿？醋里边放点白糖，你喝去吧你。什么呀这是？媳妇儿啊，实在是找不来这东西啊。钱顺风，哎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怎么呢？哎呀，媳妇儿，我爱你，街坊邻居都知道。你这样，你只要能说出名字来，我肯定给你整来。我想吃你爸。好嘞，你要吃我爸？我没说完呢。啊，我说我想吃你爸种的梨。哦，吓我一跳。顺风，哎，你还记不记着，就是咱俩谈恋爱那前儿，然后你老逗我，你说带我去旅游去，结果溜达溜达就溜达到你家后山上去了，然后。然后你就爬那梨树上，把那最好吃的梨给我摘下来了。哎呀，那个梨呀、啊，咬一口酸，第二口甜，第三口酸甜酸甜的，可好吃了呢。第四口呢？到糊了。你赶紧给我找梨去。我明白了，媳妇儿，闹了半天你想吃我爸种的那个梨呀、啊？嗯，那没处整去。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，我爸现在种不种那个梨我都不知道了。钱顺风，哎，我也非常肯定了，你已经不爱我了。要搁以前，你早就去给我找这个梨去了。不是，我告诉你，钱顺风，你要这样式儿的，我就带着肚子里的孩子回娘家。哼，你回吧，你回吧。老虎不发威，你以为我是 Hello Kitty 啊？你回娘家吧。你这儿不就是你娘家吗？钱顺风，你不用给我嬉皮笑脸的。你要不给我找着梨，我是让你给我回娘家。不就是我爸种的梨吗？嗯，肯定整了，你放心吧。刚才我有个朋友还给我来电话呢、嗯，说明天从老家来。你放心、嗯，我让他给你带点来。真的吗？嗯呐。哎呀，老公，哎，你真好。嗯啊，把嘴收回去。找不着梨，我跟你说，还得回娘家。